Yeah. Oh, yeah.还在还在，哇，又卡住了，靠呀！啊，卡住了，哎呦呦，又卡住了，今天要卡几次啊？快点快点，哦，起来了起来了，哦，找好久，卡两三次，哇，刚刚那只比这只更大更肥，直接卡断了，这只有齿了啦，但是刚刚那只更大，说可惜没有起来。今天有一点空啊，就来这边烤肉。钓鱼啊，今天是要去下面，先去下面烤肉，每次来都先去下面烤肉，不急着钓了，看看有没有鱼，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，没有看到鱼在冲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边每次都是比较下午比较会有鱼。刚下来那个小朋友告诉我刚刚下面有人在插鱼啊，我刚来有看到一个在射鱼的啦，因为它上面都是人啊，你看我靠腰，我这边看过去七八个人了，这每天都客满了，今天礼拜五也是客满，所以它插鱼的一定就是插这一段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没有鱼钓就烤肉，反正不急啊，插鱼又不是电鱼，插也插不完。像这种洞都有鱼啊，它这里没办法插。相对于射鱼来讲啊，我更担心的是我没有木头啦，上次来就已经不好捡了，而且又是又是出水第一天来，跟上次一样，所以木头都容易湿的，所以而且上次有钓友来，他有跟我讲他用了我的木头，所以木头剩没多少了，在那边剩没多少，我今天有带木头啦，所以因为我上次的经验来讲，生火生不起来，太潮湿了，所以这次我有带木头，而且是从家里带过来的。有啦，那个还有一点，那个够了。嗯，那钓友还有剩一点，够了，烤网也在。那好，就先在这边烤肉。刚射鱼的才刚射完而已，就先烤肉好了。我有带木头，这个书架，那个上次地震来的时候震倒了。反正觉得它也没用了，就把它拆一拆。这个杉木应该烤肉应该不错，就把它带来这边烤了。以后如果有没有木头的地方，再多带一点来烤。直接来烤肉。这个，对，要把它弄成这个细丝。嗯，直接炸了，把它炸成一丝一丝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啦对啦，就是要安尼啦，这样才好生活，不然卡拢胆诶。昨天才刚下完雨，然后又没有出太阳，好香哦，盘公公，这个杉木啊。这是杉木，不能光烧这个哦，还是要放热，
这种湿的还是要放上去，慢慢烘干。无你到时吼，这茶，这茶用完吼，你这无弄有焦，拖晒就无火啊。来串鹌鹑呐，火让它慢慢生。这个鹌鹑烤起来是很好烤，没什么那个，无什么撇步，而且它肉比较薄，比较快速。哎，还没掉。变成这样，今天没有用锡箔纸哦，今天直接这样烤。哇，你勒勒，落雨啊！哎，阿娘，未阿未开始烘就落雨啊，迄个阿未起好诶。今来避雨，我搁在家来当避雨。这个一切都在我的计算当中，可以躲雨躲太阳，应该不会下很大，天还那么亮。好，但是不管了，直接下了。我怕落大雨到时，迄湿气都要擦晒，规天还未吃呢。我今天就靠这四只鹌鹑了，还好雨没有继续滴了。这个程度等于是烟熏的嘛，没什么火。你看这个都不会很烫，烟熏鹌鹑看起来还是不错啦，烟熏的和火烤的差不多。越大了，好哟，这个火有点太大。哇，鹌鹑的第一只有没有看到？第一只了。火有点太大了，快好了啦，等一下把火弄小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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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看到第一只哎，是吧？哇，看它都在滴油了。这个鹌鹑哈，没有包锡箔纸，烤起来会比较黑。啊，开始开始开始。这段来吃一下这几颗欧迪亚龙葵，反正它自己长出来的，长那么多，不吃也是可惜了。嗯，好多，每次来都成熟一点，刚好每个礼拜都可以吃一点。到餐桌来吃，这餐桌都已经长花了，花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草都长到这么高了。先把它拆开。哦哦，还是烫哦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先给拆起来了，拆起来都好吃。耶，哎呦喂，嫩嫩嫩，嗯，哦，会喷汁。这个鹌鹑百吃不腻，全部一次性把它拆好，等一下来吃就方便多了啦。腿啊，照惯例都是先吃腿。哇，这个腿已经被我拆坏掉了，下次我要烤六只啊，多带多一点回去吃。嗯，哇，先洗一下，开始开始。人生就是吃吃吃，
鹌鹑腿，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哦，含肉率很高，骨头很薄很细。嗯，鸟类的骨头很薄啊。然后中间才这么一小小根骨头，所以它肉也是蛮多。嗯，再吃两颗龙葵。哎，为什么爆开啊？刚刚摘的时候还没有爆开。还是接触到这个热吗？鹌鹑的热吗？它好像爆开了。有了鹌鹑，终于快要吃完了。因为它这个吼很耐吃啊，你看它小小一只，四只啊，我一餐啊吃不大完。啊，这是鸡胸，你看鸡胸，龙子吧。所以它的肉其实蛮多的，也可以煮汤，冬天都煮汤。鹌鹑的汤煮出来是乳白色的。来吃一下鸡胸肉，这鸡胸肉也太大块了，鬼蝶龙吧，很厚哦。嗯，但是它鸡胸肉就比较柴了，鹌鹑就是这样，也不是鹌鹑一样，鸡肉鸟类本来就是鸡胸比较柴。嗯，那么蝴蝶。这边蝴蝶很多啊，哇，沿路都是蝴蝶，还有骑车的时候要小心，要撞到蝴蝶，哇，十几个东西。刚才还有一只蛇，还要拍它，它又跑掉了，我从那边游过来了，看起来好像鱼在翻了，现在应该中午了。火还有，火还没有灭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如果有要吃鱼的话，还可以烤，因为火还在。嗯，腿怎么都不见了，我可以吃啊，就是腿，哎，不过它连着脊椎骨。动啦，虎花啦，水太浅了，虎花会翻不会咬。这次还是用大麦虫拉出来，用康A拉出来。那水比预期的小很多啊，而且它你看虎花不怎么游啊，加尔伯来了。lucky 啊，哦，你看，刚开机它就没有力了。大概2223吧。它都小只的，只有这一只比较大一点而已。小只的是很咬啊，但是大只的现在会翻还不会吃。没有时间等了，这边要阴天比较好钓，结果今天本来下雨又不出太阳，这个2323不钓了。
去上游吧，去上游钓，这边太晒了。中了，哦，这只不小哦，看到鱼了，但是希望它不要钻洞。哎，因为我在这边钻了好几次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不要跟，哎，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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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鱼尾片。哇哇哇哇！哇，好大、啊，紫花紫花！我、哦、靠，又肥又大，但是弄不起来。靠腰！啊，还好他没有乱冲。哦，阿尼阿维，一来走上来第一发中了。哇，这个要怎么起来？只能看他自己游出来了，控制住，不要让他游进洞里面。哦，先把他抛累，不然他走洞，走洞里又卡住了。哇，又进去了！哇哇，又进去！哇哩嘞！来来来来，啊，出去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哇哇哇，有树枝，靠腰嘞！阿娘喂，乱修！来来来，哦，完了完了，哎、欸，这次还算乖，他洗啊，哎、欸，哦，怎么会有蜜蜂啊？完完了，进去进去了，哇塞！最怕就是它钻洞，全部都是洞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怕它屌呀，啊屌呀！哎，真正屌，我都讲，落死啊，兄弟啊！那蜜蜂过来乱，啊，跑掉了啦，气死了！照皮啊，我拢钓个坑个照皮啊，刷灯皮啊，线断掉了，中了。这只也是古花，也是大只，嚯、哦，但是比刚才那只瘦啊。靠呀，不要钻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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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进去了，卡住了，又卡住了，钓就钓个呀。落死啊，根本就拉不动。还在还在，哇又卡住了，靠腰，啊卡住了，哎呦呦，又卡住了，今天要卡几次啊？这是，快点快点，哦。
行了行了。哦，找好久，卡两三次，哇！刚刚那只比这只更大更肥，直接卡断了。这只有齿了，但是刚刚那只更大，说可惜没有起来，就不咬了啦。第一只齿花从那里拉拉拉拉到这里，卡在洞里面。最胖那只，第二只卡来卡去的，好不容易弄起来，那鱼都吓到了。这里就是这样啦，你钓的钓鱼不一定钓会起来，你钓会起来，鱼嘛惊到。这鱼橘色的很漂亮哈，橘红色的，瘦啊，这只可能是。哎呦，哦还好，我以为他眼睛不小。可能刚好30吧，差不多刚好30。哎，回去吧，这都是洞啊，这个打鱼也打不到，来不及跑，下大雨了，只能躲在这草边。包包防水的草边，你的草坡啊边啊，也加好看。等雨停吧，好久没淋雨了，感觉也是不错啊。反正这边很安全，等一下有问题我直接走上去就好了。